中国黄河流域中发生的黄河文明也是息息相关发展起文明，可称水为生命，在水中氧气融合其中，太初时代地球上氧气占有36%，但因人类一体主义的开发，目前只有18.2%，这将近减少了一半。人体的氧气需求量远远大于存在现存的氧气量，而不足的部分由水和食品以及居住空间设施中吸取，所以被污染的水由新环境绿色主义方法来净化。栽培植物和药材、制作海产的水产供应给消费者极其重要。매우중요하다고말씀드리고싶습니다네번째실버를위한이슬이의중요성이슬의이슬의완전의생활특히주거시설에서많은시간을보내기때문에이슬의완전의생활건축은이외에다부분의시간이공주를다시내자연에너지사용을구수해야며绿色建筑是提高能源效率、自然能源使用的极大化、守住环境基本效率要指标，不单与自然好环境相互补充，而且资源和水质相互循环，这样的循环性更美好的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建筑。시대가필요한녹색타운의건축을위한기획단계부터주변환경과실내공기不是选择，而是自然个体意识的整个。绿色花园的建筑应遵循时代中心所必须的绿色城的建筑性规划。目前已经开始考虑到周边环境和室内空气环境的自然环境的方式，新的方式和方法为绿色城市的方向。무자비하고무절제한경쟁으로과도한생산을우발했습니다IETC 필요적인환경파괴近代的文明是为人类幸福追求更丰富的文化生活，物质生活和指向性，因此残酷而无节制的饥饿和开发、过度的生产引来环境破坏。以这样的方式，不单不会实现人类所追求的途径，反而引来不可避免的灾难，从而引来悲剧的结局。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即这种通过环境的新的灾难学到教训，告诉我们无节制的物质丰饶的追求一定不会保障人类的幸福生活。现在的经济发展是绿色文明和自然数据文体共同发展的时代，而且是与一起文化相融和而有必要做准备的时代。生活和互用共存的文化是未来的，现实中已经走进绿色健康的 IDDC 的生活，只有绿色成长才能召唤人类的幸福生活，保存地球和宇宙有无机体的永存。第六，绿色技术商品实现的责任和义务是世界经济的政策的流向。과학재해가면온실가스로인한오존층파괴로지구가변덜가는현상이며오존층으로인해서모든众所周知，世界性的课题是地球变暖的灾难。地球的变暖化、都市化、沙漠化、地震、海啸、台风等，根据科学分析的报告得出，地球的温室排放量会引起破坏性地球的臭氧层。现在的地球进入了患病的时期，然而被破坏的地球不是别人的不是，而是我们后代以及我们一色老年人的健康也包含其中，所以认为是世界性政策的问题。여러분녹색실천하시겠습니까따라서녹색기술상품실천과녹색기술실천의중요성이강조되는이유는지구온난화에따른
중소에 대한 전 세계적으로 이러한 문제를 해소하고 건강한 삶을 살기 위해서는 녹색 상품 기술만이 기술 실천만이 유일한 해결책밖에 안 된다는 것을 또 한 번 강조드립니다. 이 지구상 目前在中国，绿色经济投资者、绿环境、绿色技术方面的，都是发展的现象。所有绿色产品、绿色政策、绿色科技企业、绿色教育方面，所有的国家、世界绿色机构、绿色法的实现是绿色技术商品的，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机构、先法的实现是绿色技术义务的，是。 전문기업, 绿色商品得到国际绿色认证，出口到全世界各个国家，成为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将拥有2万3000多个国际企业。将出口到320多个国家的绿色商品，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企业也随之成长，变成国际性的大型企业。人类已经进入了125岁的时代，企业界已经完成了一个开放。 到50岁是青年，到75岁是中年，100岁以上是长年，100岁以上是称之为民生老年。我们国际机构绿色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承诺。 通过绿色技术商品的实现，来恢复和支持65岁开始资源与社会的健康的福利，解决劳动力新的就业。大家从60岁到125岁，做好今后的日子里的准备，做自己好自己的工作。 为实现保护绿色地球，为地球上的人类健康生活而做出应有的贡献。感谢大家，啊，谢谢时间的长处啊，给这个同时翻译啊，给带来了这个不好的这个现象啊。请见好，您谦虚了，翻译的挺好啊，而且时间控制也很好，只超了1分钟。好，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议长，谢谢李议长，啊，据悉李议长还带了一个。 有数十名韩国企业家组成的韩国代表团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议长，感谢李议长对我们本次会议的重视和支持，谢谢李议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建设银行建信养老金公司副总裁韩春先生做主题演讲，题目是“养老金基金投资的有效管理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掌声欢迎。